上台了，真的没上台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好紧张，他真的一直在很紧张。好，我们先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们是，我们是，哇，谁去陈军22周年的日子，所以会不会就是猜说那提前一个月，因为那个数字密码是11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这个是傅真的巧思。对，因为911的时候，可能那个就接近临盆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搞不好腰果已经出来了。对，希望他的911出来，那太酷了。天哪，我希望他体验就好，不要要求那么多，是不是？都好，自然的选择他想要的日子就好。嗯，对。那他真的球衣也还不错啦哈，就以后可以大肆庆祝，一起庆祝。然后今天彩排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你说。今天彩排的时候我就哭两次了啦。啊，我这个衣服没有口袋，我交代他带卫生纸，姐妹真的是，真的有姐妹真的很值得托付啦。来抽取式，你那个地方竟然可以放，可以放麦克风吗？有什么？如果你也很感动，我还是有啦。对，就是有无限量的抽取。我的衣服很日常，还可以放麦克风，这真的很棒。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，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，这就是爱的奇妙。我愿意身边，让心跳不会变老。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，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。谢谢，谢谢我的姐妹，谢谢，谢谢。期待了很久，早上早早就起床，就很像要去明天要去远足的小学生，非常的兴奋。